林兆炎下台，林兆炎下台，竟然用 Chinese 代币来代表台湾的称呼。林兆炎下台，林兆炎下台。所以我们感觉到小英政府尽力的要在国际的场合上面凸显台湾的主体性，歌安四声，不说 Chinese 台北干嘛戏。